Hello，Hello，hello， 各位观众，今天晚安，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坤平，欢迎来大家来到生成式 AI 创新学院 ChatGPT 线上的系列课程。OK，那在今天讲座开始前，我们要确定，先确定一下大家是不是有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如果你有听到我的声音跟画面，我邀请大家，你可不可以再帮我按个表情，在下面帮我放个烟火，举个手等等呀，太棒了！OK，谢谢大家的回馈。好，相信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那在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非常精实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讲座马上要开始，有几件事情我们想邀请大家一起来配合。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是老同学了哦，学习的热情可以继续的燃烧下去。那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在今天晚上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你可以开启你的镜头，因为你大家知道，比起看到你的账号呢，就是看到真人的脸呐、啊，这个讲者会越讲越起劲。OK，但是我要邀请大家，你可以保持静音，可以让我们有全体的学员有最好的听讲的品质。第二件事情，OK，是我们除了这堂课以外，我们所有课程的资料都会放在生成式 AI 创新学院的官方网站上面，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无论你扫 QR code 或是点击现在在那个讨论区的一个连结，OK，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里面，你可以登录会员，上面可以看到所有的课程的包含它的课程资料、它的影片等等，也可以有很多的老师跟其他学员在上面跟大家互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今天的课后有一个可以得到 Vista 老师的书，OK，个人出版非常精彩的书的一个活动哦，也会在我们的生成式 AI 创新学院上面来举办。OK，所以你可以点进这个连结。那第三个呢，是我们要邀请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生成式 AI 的讨论群，让每一次呢课程的连结，OK 都不错过。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是什么呢？是用 AI 文案力来行销自己。好，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在课堂上一个小时的时间，由 Vista 老师为大家带来线上履历见诊。哦，这件事情，那其实无论你是身处于哪一个产业，现在是哪一个职位，只要你想要打开自己的可能性，行销自己都是必备。所以不只有网红或是艺人才需要行销自己。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个著名的杂志叫《哈佛商业评论》，连他们都以个人的品牌为题啊，所以大家今晚真的是来对了。今天晚上的讲者是我们业界大神 Visa 老师，他有超级强的文案力，所以一看就知道，很多人一定在烦恼的是自己的履历要怎么样写才能写得漂亮，让 Visa 老师来帮助大家。除此之外，老师更有多年的履历见诊的经验，相信对大家会超级有帮助。今天晚上的课程也会有实际案例的解析，所以接下来事不宜迟，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OK，把那个拍手放烟火的那个表情给他按下去。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 Visa 老师。那我就开始分享了哈。好，那现在是晚上7:04，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用 AI 文案力行销自己。那么，什么叫做 AI 呢？我相信大家最近这几个月应该都已经玩得不亦乐乎了哈。我想就不需要再多解释什么叫做 AI 工具了哈。那么，什么是文案力呢？文案力当然就是有没有写作的能力。那么，行销自己也不需要多说，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卖出去，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去找到一个好工作？那么，接下来就来是我今天的分享。那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郑，我叫郑伟权。那么，大家可以叫我 Vista 啊。那么，我现在是一位专栏作家、企业讲师，还有也身兼企业顾问的工作。那当然，更多人熟知我是一位写作的教练。所以呢，我陪伴很多人在写作的道路上精进哈。那么，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过的啊。我现在也帮很多的朋友做履历见诊的工作哈。所以，光是今年上半年，我就已经看过超过810份的履历了。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履历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那么，我自己有一些个人网站啊，那么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如果你对于我的一些背景或者是我的一些
资讯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上我的网站，可以看看我写的文章啊，或者是我最近有一些新的活动等等。那么当然最近因应 AI 这个热门话题啊，所以我做了一个新的网站，叫做今天就要学会的 AI 写作，也欢迎大家来看看。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最近有出版一本新书啊，这本书就是围绕在 ChatGPT 的写作哈。那刚刚主持人已经预先分享了，我们今天课后会有一个活动，那么如果你想要获得我这本书的话，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啊，那么就有机会可以取得这本书了。那当然我想看书是一回事，我更希望大家从看书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然后应用在各位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场域上，这个才是我最希望达到的。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的新书，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台湾出版市场啊不容易啊，所以还是请大家多多帮我宣传跟分享一下。好的，那我想我的这个打书时间就已经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很快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啊。那我想延续上次的惯例，各位朋友，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索取我今天的精华版简报的话，那么就欢迎大家今天听讲之后可以写500字以上的心得啊，然后在6月底前来信寄给我，那么我就会把今天的精华版简报寄给你。那当然我想这个请大家写听讲心得啊，不是要为难大家。我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一来帮助各位你去回忆今天呢我们提到的重点，二来我们谈到说文案力非常重要嘛，那这个行销也好写作也好，它都是行动的哲学啊，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借由这个机会多多来练习写作。所以如果你想索取今天晚上这个讲座的精华版简报，欢迎大家来写听讲心得给我。那当然在这边要小小提醒一下，请你不要叫 ChatGPT 写哦，请你要自己写好吗？好，因为这我看得出来啊。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重点。好，我想今天的时间很有限，简单跟大家谈几个部分。第一个，我会从撰写个人履历的重点开始谈起，然后接下来我会谈一谈呢，就是要怎么样用文字来展现你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强项，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你要怎么样让对方知道呢？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必须先用文字来展现。但是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啊，空有一身好本领啊，但是却不大擅长用文字来展现，那这样子有点可惜。所以在今晚的讲座，我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到底要怎么样用文字来展现你的能力啊，怎么样把你自己卖出去啊。再来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会搭配今天晚上有一个专属的履历见证。那么先前在我们这个网站的这个讨论区有募集一些朋友啊写的一些履历，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跟 ChatGPT 互动的一些过程。那么感谢大家来分享这些案例啊，那我也会稍微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那有关于这个履历啊要怎么样写出让人心动的履历啊，这部分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么一开始啊，我们就先来看看有一位朋友叫 David 哈，那么他在这个讨论区上面分享了他这个的工作经验跟他的相关的技能。那我非常感谢大家哦，这个愿意分享跟参与这次的活动。那么我也先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表达我的谢意，还有就是也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今晚的这个分享啊，其实不是没有任何的评判的意味啊，所以我们是对视。那么我们都希望说帮助大家可以把各位你的履历、你的自传写得更好，希望让各位你的这个长才能够被更多的企业看到啊。所以我想今天晚上的无论是有没有举出来的案例，我都非常感谢大家，你愿意来参与，愿意来分享，我想这个是非常棒的啊！不但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对你自己肯定有一些帮助。那当然，对我来讲，我也有很多的学习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先表达我的谢意。同时，如果说等一下有提到一些细节的部分，也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我想我的初衷并不是在于评判啊，而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位 David 哈、啊，我们 David 他的这个简单的背景啊，那么其实他蛮认真的啊，写了他的工作经验跟他的技能特质。那因为篇幅的关系，我没办法把全部贴上来，但是各位你可以看一下这一页，其实他写的还蛮多的。比方他曾经在餐厅当过服务生，他曾经在旅行团当过导览员，他也曾经在民宿做过接待的工作。然后他的技能，他有外语能力，他有跨文化沟通，他有团队合作，哇，看起来也是蛮厉害的啊。那么各位朋友，可不可以请你现在在聊天室打一下，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履历啊，给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你觉得很棒吗？还是有哪些地方可以更好呢？我想是不是请大家也来参与互动一下，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对这样的一份简历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希望可以知道说是大家的一些看法好吗？好，那我们的昆平主持人说好像就是看起来是没有，就是没有很比较大的亮点，就是看起来也是蛮多资讯的，可是好像差不多，然后也有人觉得很棒的是说这个条列的很清楚，还有人说字太多，好，那么还有人说很具体，那也有人觉得说不够，对不对？好，那么对，有人提到说要量化，对不对？好，那还有人说不知道这个 David 他的就业时间，到底他毕业多久了？他过去这些经验，是半年呢、一年呢，还是五年呢？的确，这上面没有明确的交代。好，我想很多的朋友刚刚都有提到重点，但我想这也非常有趣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别人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很清楚。但是回过头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就会有些迷失，所以我也请各位朋友，就是各位，我们除了就是我们很客观的去看看别人的一些简历的时候，我也希望说各位有机会我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回过头也拿来我们自己的履历来看一看，自己写的如何。就好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好像多年前我也曾经在人力银行留下我的履历，那么事过境迁，多年后我重新回头去开启我当年的这个履历，我自己看了一下，我心想天哪，怎么当年写的这么的青涩，那么以现在这个写作教练或者是驴健诊教练的角度来看，我自己当年写的这个履历当然也是非常的阳春，非常的青涩，很菜，但是现在来看看就觉得说还有蛮多改进的空间，所以我想一来我们先感谢 David， 感谢所有的朋友的分享。二来我想以这个例子 为例，我们来看看后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写我们的履历。那么这边提到，这是对岸有一位很有名的职涯这个教练，他也是很有名的作家，叫古典，他说这个学经历，是敲门砖，这个的确是没错，但重点是什么？你要先有一份清晰的简历，这才有办法把你送到这个公司的面试间。我觉得这番话，这个说得很好，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的学经历其实是很棒的，他可能是念的是很棒的大学，然后有很好的一些经历，但是这些学经历都无法透过简历或透过自传来呈现，那么我就觉得好可惜，那么或者很多人就觉得说自己的这个履历，好像写得很平淡，对不对？这样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学经历，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可能要有一个写作的策略，针对你的履历跟自传你必须要有一些个策略，那你有这样的策略，你才能知道说到底面试官他想看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撰写履历的重点，那么为什么企业要给你机会，为什么企业要聘用你，我想这边至少有两点，第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这个所有求职的朋友都应该想想清楚，你要好好说明为什么你是这个职缺的最佳人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僧多粥少，然后现在尤其是一些热门的企业或热门的职缺，可能有很多人来竞争这个位置，那么你虽然有很不错的学经历，你也自认你自己很棒，但是为什么企业要邀请你来面试？为什么你是这个职缺的最佳人选？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在你的履历跟自传上充分的表达出来。那么刚刚我提到我光今年上半年我就已经帮800多位朋友看过他们的履历了，但我必须说这个大部分的朋友的履历，都千篇一律，都长得很像，然后呢很多人都只是用条列的方式去描述，他做了哪些事情，但是都没有说明说为什么自己是这个职缺的最佳人选，那我就觉得这样好可惜。再来第二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刚刚在聊天室也有朋友提到我们要用量化的方式来展现你的特质跟专业技能。我觉得量化很重要，就是你要设法用一些数字，或者是数据的方式来呈现。比方像刚刚我们看 David 的例子，他写的他的确有蛮多丰富的经验，然后洋洋洒洒的，无论是在餐厅服务啊，在旅行社啊，看起来工作也很认真。可是呢，各位仔细再看看，上面很多的
内容啊都是在描述，各位你有发现吗？啊，都是在描述，但是没有一些量化的方式来呈现。比方说，他到底服务过多少个厂商啊客户，或者是他中间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让他学到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他具体的工作经验是几年，然后有得到哪些的成就啊，获得哪些的启发，这些部分哈、啊、都需要好好去思考。好，有人提到说听不懂什么是量化。我觉得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讲，比方你现在你可能要应征一个行销的工作啊，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做过行销的工作，你做过这个脸书广告投放，你做过 SEO， 这样还不够，你可能要告诉我第一个你做过几年哈、啊、或者是多久的这个工作，然后你有得到什么样的成绩。比方说你如果是做广告投放啊，对，你的绩效是什么啊，你做广告投放，那么你的绩效是什么，你的 ROAS 是多少，或者是你操作过 SEO， 那么你的成效是什么啊，你帮客户带来什么样的效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在履历上用数字也好，数据也好，或实际案例也好去呈现的部分。很多人在履历上只会写说，哎呀，我是外文系毕业的，所以我的英文很好，然后呢我可能做过很多翻译的工作，然后我可能可以这个很擅长跟外国人沟通。但是光这样子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你的英文程度如何，你可能要具体的告诉我，比方说你翻译过几本书啊，或者是你的成绩啊等等之类的哈。我想这样的话会让这个面试官或者是 HR 他比较清楚知道到底你的能力如何，到底你的这些能力是否啊跟他们开出来的职缺是相互匹配的啊、哦、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所以我们提到说撰写履历的重点啊有两点，第一个你要说明为什么你是这个职缺的最佳人选，第二点就是设法要用量化的方式，就是多用一些数据啊，用一些数字来展现你的特质跟专业技能，这个非常重要。这两点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我刚刚说了，我今年上半年已经帮800多位朋友看过了，我必须说800多位朋友里面有符合这两项的少之又少，可能不到50个人吧，所以这个比例非常低的所以我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今天想要求职，或者是你想要转换跑道在撰写履历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两点。好，我们再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履历表，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形态，有很多的样式那一般来讲履历表的元素大概不脱这几项啦，比方说你的个人资料啦，你要应征的职务啦，你的学经历你的专业技能或者其他的资讯，比方说你考过哪些认证，你有哪些证书，或者是你有得过哪些奖，或是其他你可以拿出来拿出来分享，拿出来说嘴的，你的这个强项等等都蛮好的那么基本上履历表其实它的这个构造没有那么复杂，其实我们都写过履历表，我们也看过很多别人的履历表吧，网络上也有很多现成的参考资讯，我想这个大家都不容易 不难取得资讯那么履历表的元素就这几个，但是我发现大家在排列组合上或者是在撰写的时候还是缺乏一个策略，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之后要写履历表的时候，其实你不急着这个马上从第一项开始写，或者是套用一些现成的表格。我知道目前坊间有一些现成的履历表的模板啊，或者是格式啊，那些当然是很方便，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的话，最好是你能够设计你自己的专属的履历表，甚至你能够为你想要应征的企业来客制化，那会是更棒的事情。那么我也建议大家在开始写履历之前你不急着立刻打开电脑，不急着立刻开始去写你的学历啊、经历啊、技能这些，我觉得各位你可以先闭上眼睛想一想，如果你是这个用人单位的主管，你是 HR 也好，或者你是用人单位主管也好，那么你今天你希望这个找来的人他具有什么样的长才？好比说现在有一家公司他要找一位产品经理，或者是他要找一个业务代表，那么你可能先想想看，那么一位业务代表他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或者是一位产品经理那么是学历最重要吗？还是经历最重要吗？还是他的沟通协调能力最重要吗？还是他的学习能力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先从这个地方去想想看。那么过往我在教写作的时候，我都鼓励大家说你要先有一个自己的写作策略或者是内容策略。那么同样的我们写履历表，我也建议各位你要有一个写履历表写自传的一个策略，
当然也许 有些人会觉得哇怎么那么麻烦呢，也不过就写个履历表而已，还需要动那么多脑筋吗？但我想这是需要的，而且这样的投入其实是很值得的。如果你真的有你自己很心仪的工作，而不是乱枪打鸟的话，那么我真的会建议大家哦，稍微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设计你的履历表，甚至是为你喜欢的工作来客制化履历表，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值得的投资啊！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试试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坊间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有非常多的履历表的现成的模板啊格式可以套用啊。那比方像现在在投影片上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哈、的这个简历表啊，就是上面可能它就有很多的表格嘛，那你就照表填，比方你的姓名啊、性别啊、年龄啊，然后填上你的照片啊，那你放你的学历啊，然后你有什么表现啊、获奖记录等等，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履历表。那么我猜想目前大家在坊间看到的履历表也都大同小异了哈、那么像这样的履历表啊，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有没有人可以在聊天室告诉我一下，你们觉得像这样的简历表它有什么优点或有什么样的缺点吗？是不是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你觉得填写像这样的简历表它有什么优点或缺点吗？好，有人说哈，优点是这个简单明了哈，就是可以很快就看到抓重点，好。但是缺点相对来讲就是，你可能跟别人的这个也是千篇一律哈，这个没有什么样的差异，好，不容易一眼就看到差别。再来啊，这个有人提到资讯量太少，我觉得也的确是这样，然后大家都一样啊，没错，就是因为这种现成的履历表嘛，可能大家都长得差不多，那的确这样子的话很难凸显你的个人的这个品牌或个人的强项啊，这的确是这样子。好，那甚至还有人说到细节啦，说时间的排列等等的哈，或者是最高学历的位置啊等等的。好，那么我们再往下来看哈。那么刚刚我们看了中文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看有些英文的这个履历表，我想大家也很容易在网络上取得一些英文甚至日文的这个履历表的格式啊。那当然像这个国外的履历表，他们通常还会有一些比较严格的限制跟这个设的规范啊，那这个部分可能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觉得我们中文的履历表好像没有太多的规矩，但是其实像英文的履历表，各位如果你去看一些书啊，或者参考一些资讯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包括他们的这个姓名啊，他们的这个工作经历啊等等的顺序啊，或者是时间的这个顺序，他们都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规范啊。那这个部分我也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需要写英文的履历甚至是外文的履历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当地的这个使用的情况或者是风土民情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份履历英文的履历表，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重点大家倒是可以注意一下。我觉得你是不是套用这个履历表的模板，这还是一回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履历表上面的这些元素啊，你的这个先后顺序非常重要。我觉得你的先后顺序影响了这个面试官，影响了 HR 他怎么样评价你这个人。所以呢，你在你的履历表上面到底要放哪些东西，到底这个顺序要怎么摆放啊，我觉得就非常重要了。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现在是一个30岁哦，已经有5-6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的人，那么你在你的履历表上面可能就不宜太多去强调你在高中啊大学时代的一些丰功伟业或者是社团的一些经历，毕竟你都已经毕业了有一段时间了嘛。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是这个刚进社会的这个新鲜人，那当然你一来你可能没有太多讯息可以提，二来你也的确刚从大学毕业而已，那么你去谈谈大学的社团经验啊实习经验，那当然无可厚非哦。不过这个地方我就希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呢，以一般上班族来说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你甚至可以考虑你应该把你的经历啊放在前面啊，你的学历甚至放后面，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甚至可以的话，我还鼓励大家啊，你可以在一开头先有一段摘要，我觉得先有一段摘要蛮好的。那当然很多人没有写摘要的习惯，很多人也不知道摘要要怎么写。那等一下在后面我会再举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如果说一开头啊，我们有一段摘要，我觉得这个摘要啊
会吸引面试官的注意，会吸引 HR 主管的注意。那么这个摘要当然就是能够很简单扼要的用两三行，可能100个字左右的文字来去描述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些工作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钩子，它能够去勾引大家的好奇心。比你这种制式的表格，我会更喜欢看到这种他一开头他先写了一些前言或者是导言，甚至是他有一段摘要，我会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会更吸引大家的关注。那同样的，当然这个部分我想对各位做个参考啦，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写英文的履历的话，那么其实坊间也有一些专门的书籍或者参考资讯专门在提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因为比较涉及专业，而且不是今天的主要重点，所以我想就简单带过给大家做个参考就好了。好，那么所以我们来讲，就是各位你在写履历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当然你可以去参酌一些履历的模板，甚至是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你现在想要应征的工作它的属性，或者是这个产业的特性。比方说你要进科技业吗？还是你要进这个餐饮业？还是你要进制造业？我想不同的业态他们对于履历的需求或者是他们的风格也会不大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我也建议大家，你要多去观摩，事先做一点功课。那么整体来讲，我觉得当然各位你除了基本资讯之外，你的确应该把你的工作经历先放在前面。因为除非你是这个刚毕业的新鲜人，否则呢你应该都有至少几年的工作经验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必须要优先展示你过往的工作经验，你的工作能力，甚至你的职业的规划，然后呢再回头去谈谈你的教育经历，甚至是你有其他一些亮点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先后顺序的铺陈上面，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那么即便你现在一时没有灵感，或者是你还是很习惯去套用一些坊间的模板，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可以的话，我希望各位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先后顺序，或者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写作策略，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应征策略，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扬长补短，你要怎么样去放大你的强项，放大你的优点。好，那当然有关于求职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去讨论啊，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聚焦在履历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撰写履历的注意事项，我觉得刚刚第一点我们提到了，可以的话我希望其实各位你可以先在开头先有一个简单的摘要，去展现你的独特价值，那么去告诉这个 HR 主管，去告诉用人单位你是谁呀，那么你有哪些的技能啊，那么为什么大家要给你这个机会啊，我觉得一开头的摘要很重要。再来就是你当然要给出一些有力的凭证嘛，比方你说你是外文系毕业的，或者你很擅长写作，你很熟悉数位行销，你很会做广告投放啊，那么你不要只是描述你做过这些事情，你可不可以谈谈你的绩效啊，谈谈你的成就啊，或者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你跟其他的求职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甚至是你的客户是否给过你一些口碑评价呀，这些东西都是在履历上可以对你有加分的一些选项。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在写履历的时候，你不要只写你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你做过什么事情，更要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样的能耐，然后你做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啊，这个非常重要。再来第三个，当然你可能也要去注意就是你在写的时候你的一些语法啦，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人写履历还是大部分都在描述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来是跟大家的写作习惯有关，因为很多人写文章也好，写部落格也好，大家还是很习惯描述但是描述就看起来就像流水账，或者是你单纯描述也不容易让人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能够看到重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这个写法到底要怎么样去精炼它，怎么样在短短有限的篇幅里面去具体呈现出你的亮点跟你的卖点。再来第四点，这边也提到就是你可以适时的用一些关键字或是专业的术语比方说你现在想要
应征啊产品经理的工作，那么像 PM 啊什么 PMP 啦、啊、等等一些相关领域的一些术语跟专业的名词，你当然可以适当的引用。好，那当然这个部分也会去吸引面试官或吸引这个 HR 主管，他们会特别的关注啊。那这个地方当然大家稍微注意，那这个地方就是看各位你现在你想要去找什么样的工作，你想要进什么样的产业，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比方说你是要 找行政人员，还是要找客服，还是要找这个 BD、啊、还是要找这个产品经理，还是你是要做这个课程开发，还是你想要当老师、啊、我想不同的工作都有不同的领域，然后都有不同的专业术语跟关键字，这个地方、啊、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在这边我想特别提一点，有些大公司、啊、他们甚至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大公司非常多人投履历，他们不只是会用人工来看这个履历，他们甚至有可能会引进用网络，甚至用现在用 AI 好来扫描履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在你的履历里面如果能够适时的、啊、放入一些关键字，放出一些专业术语，当然这也增加了你被挑中的可能性。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写履历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平铺直叙的描述而已，你应该要多用一些动词、啊、多用一些量化的方式来展现你的人格特质，展现你的专业，展现你的强项。那这样子、啊、才有办法帮助你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我想这个地方也非常的重要，大家也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可能这个履历表可能只有一两页、啊、篇幅不是很多字，那你如何在这个不到一千字的这个篇幅里面去具体的展现你的强项，展现你的人格特质，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大家也好好思考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刚刚从前面履历表、到底它有哪些重要的元素、啊、然后我们一路来聊起、哦、那现在我们来一个这个求职者的灵魂拷问嘛，哈，因为我刚刚说了，我光是今年上半年，我就已经帮800多位朋友哦，看过他们的履历了，也给过他们不同的建议了。我想，800多位应该有一定的这个参考的价值了，哈。那么普遍看下来，我发现这个我们台湾的年轻的这些职场人士啊，无论是刚进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已经有5年、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朋友。大家普遍学经历都不错，但是问题是虽然有不错的学经历，但却很难在这个短短的一两页的这个履历里面去展现你的强项，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这边有6个灵魂拷问。那么第一个，我也想请大家来想一想，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履历写得更有特色，我觉得这很重要。尤其是如果你想要去竞争一个、啊、很热门的职缺，那么可想而知这个竞争者、啊、很多嘛，那么可是开出来的职缺可能很有限、啊、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啊、这里面的关键除了说你有很好的学经历之外，你怎么样写这份履历，怎么样去展现你自己，这就非常重要了。所以第一个重点是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履历、啊、写得更有特色。那我刚刚说过了，我过去看了800多份履历啊，大部分都是千篇一律，很多人的写法都是这样子，都是大家好，我是某某某啊，我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我两个姐姐啊，我大学是你们某某大学某某系啊，然后我是某某社团的什么社长或是什么干部，然后呢，我学过什么？我学过行销，我学过什么外文，然后我现在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那我很认真负责，希望贵公司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大部分的人的履历都是写成这样子。那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这个 HR 的主管，你看到这样的履历，你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吗？你会有一个冲动想要约他来聊一聊吗？你可能会想说，嗯，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再多看看其他有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呢？哦，那么明明你有很好的学经历啊，明明你过去的工作也的确很认真啊，那可是为什么你写出来的履历还是这样的普通或平凡呢？那是不是好可惜呢？所以我就真的建议大家、啊、你要好好去思考、啊、那么、嗯、你不要用应付的心态去写履历，你应该要这个好好的投资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把履历表当成一回事，好好的去为它拟定你的策略、啊、然后你甚至是要为了你喜欢的工作去专门去客制化一份履历，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再来第二点、啊、
你拥有什么样独特的人格特质？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大家很喜欢讲人设嘛，对不对？你的人设是什么？那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哦？我甚至把这个独特的人格特质哦，放在这个专业技能的前面。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当然，我们讲说找工作嘛，当然是想要找到一个厉害的人，找到一个适合的这个人嘛。但是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独特的人格特质放在前面呢？这是其实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啊，他们不但想要找到厉害的人选，他们更重视人格啊、品质啊，或者是他们更重视的是，这个求职者他的这个价值观、他的三观是不是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些设定呢？这可能是更多企业，尤其是大公司，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你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你自己可能念了四年的大学，或者又念了两年的研究所等等，你可能有了一些专业技能，或者是你过去可能有一些丰富的工作经验，这很棒。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你自己哈，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人格特质呢？比方说，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那么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比较大辣辣、比较粗线条的人呢？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格特质，那这个人格特质也许没有好坏之分呐。好，我想就是各位，你可以去想想看，那么你自己有哪些独特的人格特质，甚至是有哪些可以特别值得一提的人格特质。那么我知道很多人找工作都会上人力银行去搜寻啊，你可能会从工作项目啦，然后这个产业属性啦，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品牌啊，或者是待遇啊，很多人可能会从这几个领域去切入去思考。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各位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也应该去看看这家公司啊，不只是看看它的人力银行的专属页面。我也建议大家，你应该去花一点时间去看看这家公司它的官网啊，或者是它的粉丝专页、它的电子报等等。我也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去这些企业的官网啊、粉丝团或者是电子报啊，稍微去看一下。因为从这里面你可以得知到很多他们这家公司它的一些特色，它的发展严格，甚至是创办人、老板或者是高管们他们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他们对公司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哦。那么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能这个跟你理念相近的企业，我觉得那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有一些人格特质啊，是这家公司他们所喜欢的，那当然这对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会建议各位，你在写履历表之前哈，你可能要想看，先盘点一下你自己有哪些独特的人格特质。那么这些独特特质对工作哈也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我希望各位你也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那再来第三点，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专业技能，当然专业技能非常重要嘛，我觉得你当然要好好的盘点一下，把你会 的东西把它具体写出来。那这边我希望各位你能够很具体的写出来，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看到很多这个日文系毕业的朋友，他可能会在履历表上面写说，哎，他考过了 N1 或者是 N2 这个日语的鉴定，好，那当然很棒啊。当然，第一个，如果你有通过这些语言的这些测试，你也得到不错的成绩啊，当然我很欢迎你，也很建议你把它写出来。但是你除了告诉我说，哎，你考过多益、考过托福、考过这个 N1 N2 之外，我也希望你能够用具体的案例来去呈现。因为很多人也都知道哈，你的多益考了800分，或者是你考过 N1 N2 很棒，但是这不代表说你的英文跟日文就一定非常好啊，有时候是运气不错，或者是考试嘛哈，还是有一些这个它跟真实的应用还是有点差别的哈。所以呢，各位你有通过什么多益啊，通过全民英检，通过 N1 N2 等等的这些成绩，那很棒，你的确可以在履历表上面呈现出来。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也会建议你，你应该多举几个案例哈，具体的去呈现，让对方了解你的英文能力或者日文能力或其他的能力哈，到底有什么样的水准。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那当然，如果你的这个成绩不是很理想的话，那么当然我也要建议你，一方面你可能要去加强，二方面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你怎么样在你的履历上面去扬长短哈，去放大你的那个强项。而适当的哈，适度的去，不要去凸显你的这个弱项。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之前曾经帮
一位朋友做过履历见证，我对他留下还蛮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是某某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那么既然是外文系毕业的，我们有个合理的预期是他的英文或者外语能力应该不错，对不对？结果呢，我就赫然发现他在他的履历表上面写说他考过了多益的这个测验，然后多益大概考700分左右，还720分、啊、那当然如果我们一般人来讲，你可能多益考700分700多分好像也还不错，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外文系毕业，我就会觉得这个700分好像还不是那么理想，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也希望各位你要斟酌一下，好，那你要好好去思考一下到底你的强项是什么。那当然针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弱项的部分，我们当然自己要想办法去补足啦，这个部分我想就不多说了哈。再来第四个重点，很多人在履历上面其实没有明确的告知为什么自己想要应征这家公司的职务。那么他都没有写，比方说今天是很喜欢这家公司的福利吗？很喜欢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吗？或者是这家公司很有名吗？你完全没有提到你为什么想要应征这家公司，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可惜。其实我鼓励大家可以多提一提这部分哦。那这样子一来是拉近你跟这家公司的距离，二方面也让这个用人单位知道你对他们公司的一定的认识跟了解，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哦。所以如果你能在这个地方顺带一提的话，那么我觉得很棒。或者是你过去在求学阶段你曾经在这家公司实习过啊，或是曾经跟他们合作过啊，或者是短期打工过，如果你有这样类似的渊源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在你的自传上面或履历上面稍微提一下，我觉得也会有加分的效果。再来第五点，那是更多人没有提到的，就是第五点跟第六点，就是为什么这家公司要给你面试的机会，以及最后就是那你要怎么说服这家公司决定录用你。很多人呢、只是匆匆的把履历就好像在交代事情一样，就是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把这个履历表上面所有的表格这个所有的洞填完就了事了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可惜。那么甚至我常常看到很多朋友透过人力银行的这个媒合机制，他请我帮忙这个做履历见证，结果我看了半天我发现他上面压根没有履历啊，他只有简单的一些资讯啊，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做检查，或者是他根本就忘了写履历啊，那么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你在你的履历上面也应该要除了列出你的强项、你的技能之外，我也建议大家你要多说为什么为什么这家公司要给你这个机会来面试？为什么这家公司要录用你？你有哪些独特的价值，你有哪些他们一定要给你机会的这个理由我希望各位朋友你都能够好好的在你的履历上面去表达出来。那当然履历我觉得的确不需要长篇大论，毕竟它不是写情书啦，也不是作文比赛的确不需要漏漏等的确不需要这个写个什么什么万言书啦，几千字啊，这个的确是不需要。但是呢，你要想想看，你怎么样在一两页、两三页有限的篇幅里面，去具体的展现出你这个人的特色这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也许你听了今晚我的分享之后，回过头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履历把它拿出来再重新检视一下。我想，无论你是不是现在就是要找工作或者想要转跑道，我想这个你都可以这个好好去思考一下，把你的履历找出来好好去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就像我刚刚说了我之前我也重新检视了一下我在111所存放的这个成年的这个履历，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很有趣觉得很想笑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再把它找出来，再重新的温故知新，然后修改一下，这其实蛮好的。好，我们刚刚聊了蛮多我想这边简单的小结一下我刚刚说了嘛，像光今年我就看了800多份的履历那么我发现一些常见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他只会描述，所以这个履历看下来800份这样看下来感觉就是千篇一律的流水账哇，这样子一来没有特色，二来没有重点，好可惜。再来很多人履历他虽然很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写他也用条列的方式写出好几点，可是呢看来看去就没有办法勾勒他的亮点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让人觉得好可惜的事情那么各位你要想想看，你要怎么样去勾勒你的亮点？那么尤其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的学历也不是顶好，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经历好像也
比较普通，那么该怎么办呢？像这个地方我就建议你更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你要怎么样去呈现你的亮点，怎么样去表达你的卖点。再来第三个，也是很多人虽然写在这个履历上面写了很多自己的什么强项啊、专业技能，但是这个你换个角度来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懂或是无法理解。比方你说，哎呀，这个我擅长使用 Office，那么我就不知道，如果看到这样的履历其实我就不了解说这个求职者他的擅长 Office 是怎么样个擅长法。举个例子，是会打开 PowerPoint 这样就叫擅长吗？还是会用什么枢纽分析才叫擅长呢？其实这个是天差地远，对不对？还是你会用 Word 打字就算擅长吗？还是你会去做什么目录啊，去做一些什么聚集设计呀？那么这其实是都需要好好去说清楚讲明白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的履历只是很简单的轻描淡写带过去的话，那么很可能会要冒一个风险，就是对方难以理解你的专长特质。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 David 写的这个履历虽然他写得很认真，他也条列了非常多，我觉得那写得蛮细的，可是呢的确就是你很难在一时半刻之间从字里行间具体去勾勒出这个 David 他的强项，我觉得的确是还有待加强或者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的。那我想这不是单纯只是 David 的问题而已，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遇到这样的瓶颈，那我建议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专业的个人品牌的思维应该怎么做呢？一个专业人士的履历他长的样子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不急着立刻打开电脑开始写你的履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自我盘点一下去想想看你有哪些的优势，你有哪些的资源那么你过去在学校也好，在不同的职场工作也好，你积累了什么东西。那当然这个资源不见得是你的专案、你的作品集像你的人脉等等的也可能是你的资源。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讲，你说现在我们进入了 AI 时代，那么你现在除了平常很努力进修 AI 的资讯之外，你也常常在我们生成式 AI 创新学院来互动来交流你也听了很多老师的课程这也很棒这也很值得你在你的履历上面记上一笔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你要先自我盘点，先知己知彼，这非常重要。再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职涯发展，你的未来你想要走什么样的路。比方说你想要当工程师吗还是你想要当这个产品经理，还是你对于这个行政就有一份热爱。我希望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明确的想清楚。那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想法，或者是他可能缺乏主见，甚至他可能会看到说最近好像 AI 很热，或最近 ESG 很热，他就写说我想要当 ESG， 我想要做 ESG， 最近 AI 很热，那我要当个什么提问什么什么什么咒语的什么提问师。我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到底你自己你喜欢什么东西，你擅长什么东西，你希望你未来走什么样的发展。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重要。那我也建议大家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在你的领域，在你的产业里面，你有没有一两个或是两三个你崇拜的或者你欣赏的对象，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role model。 比方说你是一位设计师，那么在你们的设计行业里面有没有一两位你的学长姐很棒值得你去参考呢？或者有一两位师长值得你去学习呢？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对标的对象。当然一时半刻也许你很难追上他们的成就，不过呢至少那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嘛我觉得这个地方提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再来第三个当然就是你要具体的展现出来你可以贡献给企业或是这个单位，你的卖点是什么。如果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商品的话，那么你的卖点是什么你要很明确的在你的履历上展现出来。再来你可以为公司贡献的价值是什么这个也很重要。我看到很多人的履历上面都写我很认真负责，我希望贵公司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当然啦学习是好事我们都很肯定学习，但是你这样写其实要小心，因为有些企业可能他需要的是即战力
他虽然也肯定学习的价值，但是他可能会认为，我现在招你进来，我是希望你立刻发挥战力呀、而我们企业不是另外一个学校，对不对？所以你要学习很棒啊，公司甚至也会有一些进修的管道啊，但是你的重点应该要摆在你可以贡献的卖点跟你的价值上。我希望这个地方还是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哈、要怎么样用文字展现你的能力？那当然，这也跟我自己现在在做写作教练哈，或者是在做履历见证有关哈。那么前面我们就提到了履历啊的一些重点，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嘛。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要怎么样用文字啊来行销你自己啊？那么这边我提到三点，就是第一个是产品化，第二个是具象化，第三个是立体化。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或多或少你也有你的强项、但是你的能力呢，你可不可以把它产品化，你可以把你的能力变成是一个很具体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你说 我很喜欢写作，我擅长写作，但是你光写在履历上写作，你擅长写作，这样还是不够具体，不够明确。所以呢，你可能要告诉我，你有什么样的写作经验，你有哪些的作品啊？那么你的写作到了什么样的水准，对不对？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那么我也知道很多人有多元的兴趣，像我自己也是一个跨领域的发展者，我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奇，我对很多东西都想学习，但是很多人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就是好像样样通，但是又样样松，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在履历上去避免让人家有这样的印象？这个当然人家是非常注意。所以一来是我鼓励大家你要发展多元兴趣，二来你真的要把你的能力，你要你的每个兴趣每个能力，你能不能很具体的告诉我，你做过哪些事情，那么你为何适合这份工作？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去想一想。那么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在履历上面都会用形容词，用了很多的形容词，用了很多的方式去描述。好，那这个地方我想就是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我想相较于这个形容词，相较于你用描述的方式去形容，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各位你能够用数字、用动词或是用名词去展现。比方说你在你今天好比说你今天你做了这个你想要找一个业务的工作，那么你就要明确告诉我，那你在销售上面呢、你在沟通协调上面你做了哪些的努力，你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啊、你可不可以用一些数字来展现，甚至是用一些专有名词来去呈现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第一个我建议大家你要设法把你的能力产品化。再来第二个就是你要把你的能力具象化。你不要只是告诉我说你有数位行销的经验啊，你会写作啊，你会这个教英文啊，这样还不够，你可能要更具体的表达出来。那这边有一个 STAR 模型呢，就是 STAR 模型，就是它就是四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叫做就是 STAR 啊，就是情境、任务、行动、结果。那么有关于 STAR， 不好意思，有人的麦克风没有关哦，请要关闭一下。好，那么这个 STAR 模型我想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那各位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网络上应该有很多关于 STAR 模型的介绍。那么我想分享就是各位你可以套用这个 STAR 模型呢，在你的履历上面，比方说你今天如果是你过去有数位行销的经验啊，你有过广告投放或者 SEO 操作的经验，那么你除了告诉我说你有 SEO 经验，你有广告投放的经验之外，你可以举一个简单的案例哈，从情境哈，你可以告诉我，你在什么样的情境，你帮客户啊操作了一个或者执行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最后你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事情给你什么样的启发，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跟帮助？我希望各位你也可以用类似 STAR 模型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具体的呈现出你的这个。过往的成绩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你能够让这个面试的这个单位这个 HR 的主管他马上即便他没看到你的人，他只看到这个文字，他马上就能够从文字里面去理解你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啊。因为各位想想看，你光是写说我有三年广告投放的经验，跟你告诉我这三年你做了几个案子，你的代表客户是哪些公司或是哪些产业的，然后你的 ROAS 是多少，然后或者是你的 SEO 的操作是
帮他们操作多少关键字排名在第一页等等，你有一些很具体的呈现，那这样的话会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会让这个 HR 很快的想要找你来面试聊一聊，对不对？好，再我们再往下，再来第三个哦，就是你要把你的能力哦，我们除了刚讲具象化，但是光具象还不够，你要设法让它立体。因为我们说了，现在很多企业他可能每天收到很多的履历啊，可能十封百封履历都很正常。那么各位想想看，这么热门的职缺啊，这么多人在竞争，那么每个人他都有这个产品经理的经验，每个人都有客服的经验，每个人都有这个外语能力，那么你要怎么样脱颖而出呢？所以你的能力能不能立体化，能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哦，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你要怎么样立体化，我觉得很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个你要具体的展现你的能力嘛，你的能耐嘛。第二个你有没有真实的实际操作过的一些案例。再来第三个，你有没有一些作品集，有没有一些作品，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么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老师，可是我才这个刚大学毕业，或者是我过去不是做这一行的，那我可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案例，我也没有太多的作品，那怎么办？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啦。不过我们讲回来，一来啊，你平时你就要积累，所以我鼓励大家，无论你现在是不是想要转换跑道，或者你现在甚至你可能还在大学或者还在研究所进修都无所谓，我建议大家平时你就应该要积累，你平时就应该要累积一些你的案例跟作品。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那你平常你有没有经营你的部落格啊，有没有经营你的粉丝专页，有没有尝试去开一个 YouTube 频道或者做一个 IG 等等呢？那当然不是这些每一个你都要做，但是我觉得各位你可以按照你的能力，按照你的时间，或者按照你想要去发展的产业哦，你可以至少找一两个来尝试嘛。比方说你可以试着在部落格上写文章，你可以试着拍影片哦，那我觉得很棒。那平常的积累很重要，你当然临时啊要抱佛脚，那当然很辛苦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我也建议大家，平时你就应该开始积累你的案例。那么还有一点哈，有人说，哎，我现在想要这个换个跑道，我想要，比方说过去你可能是工程师，你今天突然对行销很有兴趣，你说我想要转战行销领域，哦，那你可能也去看了很多的书，甚至是去补习或者去进修，可是你说，哎，我不在这个领域啊，所以我没办法有相关的作品，那怎么办？那么如果是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我觉得各位你可以自己出题目给自己做。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讲，你现在如果说你想要进到某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有几个颇具知名度或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吧？啊，那么你可不可以以这个题目哈，自己出题目给自己做，自己练习一下？举个例子，你说，哎呀，我如果想要去这个星巴克，我想要去全联，我想要进奥美，你可不可以自己出题目？你说，哎，那我好啊，假设我现在就是奥美的员工，那么我要怎么做这个行销案？假设我现在就是星巴克的这个行销部门的新人，那么我要怎么做提案？你可以自己出题目给自己做啊，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收集素材啊，自己来尝试，你不必说一定已经在这个领域了，你才能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呢，我鼓励大家，我们平常就要积累，平常就要锻炼你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刚其实讲蛮多了，那这边我再简单的帮大家再归纳一下，你要怎么样去设计让人过目不忘的履历。那当然我会建议大家，第一个你要针对职缺去客制化履历，尤其是你越在乎越想要得到的工作，你就更值得你花心思去客制化。我想这个其实你有没有用心呢，其实这个HR 主管他是看得出来，尤其他专门在面试人的，其实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端倪，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有一份你很想应征的工作，你一定要好好的花心思去做。再来，你要设法找出你自己的亮点跟卖点，你不要只是单纯写说你是什么什么台大毕业、清大毕业哦，或者你有五年经验，光写这样不够，你要告诉我你的亮点的卖点是什么。再来，你过往的工作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哪些具体的成就或具体的贡献，我也希望你可以提出来。然后你有作品集或有相关的一些自媒体的话，也希望你能够附上来，这个非常重要。第五点，我也提醒大家，很多人呢，他会在他的履历表上面洋洋洒洒写了一堆哦，他的技能，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凭证，都是没有凭据，很难查证的。那我觉得这样很可惜，所以我建议大家，你最好只讲你能够拿得出证据，或者是能够有真凭实据，或者是很容易去查核的一些技能，这样其实对你会比较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听过我上次的分享，我上次有提到这个 ChatGPT 跟写作嘛，那我有提到这个使用 ChatGPT 的一些步骤，包括像对话、增幅、放大、活用。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请 ChatGPT 来帮我们去构想自传履历，或者是请他来帮我们批改自传履历，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建议大家，你要先去思考一下，你要怎么样正确的去提问，你要怎么样去善用它，让 ChatGPT 成为你的神队友，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想很多人，你一定都会，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找工作，你想要写履历表，你可能都曾经尝试过请 ChatGPT 帮你写吧，对不对？但是可想而知，如果你今天你只是说，哎，这个我想要找一份这个产品经理的工作，你帮我写一份产品经理的履历表，或者是你只是简单的把你的一些个人资讯丢给他，比方你说，哎呀，我是这个中原大学，公共系毕业的，然后我做过3年的什么产品经理开发的工作。如果你只是简单列这样的东西的资讯的话，当然他也写得出来，但是可想而知，他写出来的履历可能就不如预期，或者是很难获得用人单位的青睐，对不对？所以呢，我在上次的分享我有提到，如果你会用 AI 工具，那么 AI 对你来讲，它就是可以发挥乘法的效用。但如果你不大会用，那么 ChatGPT 虽然很厉害，但它就是加法而已。所以乘法跟加法中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那么如果你没有听过我上次的分享，当然我们在那个网站上面或在 YouTube 频道上面都有过去那个投放，所以各位你可以回过头再去把那个相关的这个影片找出来看一下。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交流，我们可以在 LINE 的社群或者是用 email 的方式来进行交流，我都很乐意跟各位来分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握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几个案例了。那么我刚刚说了，就是如果你直接就叫 ChatGPT 帮你写一个履历，他一定写得出来，但是他写出来的履历可能就比较频繁，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先去思考，好比说今天如果是我想要找一个行销的工作，我其实我会先问 ChatGPT， 我会先反问他，我会问他说，哎，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这个人力资源的经理，那么在这个要再找这个行销的这个职缺的时候，你会问他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我甚至会直接问他说，那你到底你是比较重视学历啊专业，还是更重视这个人格特质等等。那当然这个问题，是每家公司的不同，不过我就想听听看，哎， ChatGPT 他怎么回答我，所以各位你可以去思考一下，我想ChatGPT 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 大型的语言模型，它可以有助于我们去发想，它不是 Google 啊，所以它提供给我们的未必是绝对正确的答案，但是我想是可以参考的，所以我们从这个 Showcase One 啊，我们看看它给我们的一些回复，我就觉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比方它上面提到说，哎，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过去最成功的行销策略啊？然后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你怎么样做市场调查？怎么样做市场研究？然后你对我们公司的产品有什么看法？你会怎么样行销我们的产品？或者是那你的行销策略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你会怎么调整，或是你会怎么衡量这个行销的这个成效？哇，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蛮好的耶。甚至他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过去跟团队合作的经验？那我觉得各位，如果你想要找一个行销相关的工作，我觉得这上面这六个问题都蛮好的，各位你都蛮推荐你自己，自问自答一下的，我觉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那然后甚至关于学历专业跟人格特质，的这个重视程度，这当然每家公司的不一样，不过我也觉得这个 ChatGPT 讲的蛮好的，他说像这科技 行业，这个灵活变通跟快速学习的能力很重要，所以呢，如果他是这个 HR 主管的话，他可能会稍微偏重人格特质跟临场反应。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去想一想啊。今天各位，你是想要去找制造业的工作，想要去找这个餐饮业的工作，还是想要去找一个这个培训或教育机构的工作？这不同的产业啊，他们需要的人才，他们重视的这个特点也可能不大一样。所以我建议大家都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哦。好，再来，我又问他另外一个问题，我问他说，哎，那如果你是一个有10年以上经验的资深的行销部门主管，那么你会怎么建议你的这个部门的新人去做生涯规划，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你就要去想一想，那所以我会透过这个面向去思考，那么你要怎么样去问，还有怎么样得到答案，对不对？好，再来第三个，好，
这边也提到，其实这是从我们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履历延伸的哈。好，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份这个有关于新媒体制作人哈的这个工作的话，那么我也会问问他说，哎，那你觉得啊，这个你想要做一个新媒体制作人，那么你觉得最重要的三到五个 keyword 是什么，或他可能的责任是什么？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厘清方向，也蛮好的。像我们今天举了很多例子，比方说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产品经理的工作，你想找一个业务代表的工作，或者你想找一个英文老师的工作，各位，你可能过去驾轻就熟，你可能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但是你真的知道这个每个工作它的这个工作的范畴吗？我觉得你也不妨问问 ChatGPT 啊，让他给你一些方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你现在你对于这个新媒体感兴趣，你想要进到新媒体去工作的话，那你想你在新媒体这个领域，你除了说啊，你做一些内容的产制、内容的企划之外，除了做一些影音的制作之外，或者是数位行销之外，还可能有哪些的工作吗？像这边他建议说，哎，你可能要注意啊，你可能会需要跨部门的协作，甚至呢。你虽然不是这个行销人员，你是新媒体的制作人，但是你可能也要懂点数据分析啊，你要会看洞察报告啊。哎，我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就蛮好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哈。那好，我看到聊天室有一位小林林哈提到说，可不可以提供这个范本哈？其实我觉得范本或者所谓的 template 啊，当然很方便。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因时制宜，要因地制宜。因为各位想想看哦，你的背景其实不一样，你要去你想要找的产业，你想要做的工作也不大一样。所以那个范本呢，我觉得当然可以，我们当然可以提供一些范本，我们甚至也可以请 ChatGPT 帮你设计、帮你规划一些范本，这都可以的。但是重点来了是，给你范本之后，你要能够活用，你要能够修改。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最近我不是出了一本 ChatGPT 写作的书吗？那么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也提供了100个所谓的提问的咒语或者是指令，好，但是我都要跟大家讲，我说其实重点不在于这些指令，不在于这些咒语，而是你要懂得提问的框架，你要能够去客制化。所以呢，像我们有一位伙伴说，你要用自己的话语去说，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这才牵涉到你的领域、你的人格特质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范本模板这个很好，但是呢各位，你现在套用这些东西之后，你还是要能够去客制化，你要能够去修改，你要能够因时制宜。那我也发现过往哦，我看过这么多几百份的履历，很多人的履历哦都像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哦。那么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呢，一来用人单位他很容易看得出来你有没有用心，二来这些千篇一律的这些履历表，大家看了大家不会有深刻的印象，对不对？大家可能匆匆一看就过去了，那这样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的话不要太依赖所谓的模板范本，应该要设法去开创你自己具有特色的履历表。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来了，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案例。那我们感谢这位 Cindy 他提了他的一个履历啊，那么这边他有提到说他已经用这个 ChatGPT 去稍微去修改润饰了他的自传哈。那他提到说他从小哈，这个他就是电视迷嘛，然后他从小就是因为他父亲家学渊源哈，所以他从小就喜欢看电视，从小就对于这个媒体啊有些兴趣，所以他很小他就想要这个进到传播领域啊，然后后来他也在一些电视台啊工作，甚至他也成立 YouTube 频道。好，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他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去描述他的一些工作的经验，甚至是还有一点很棒的地方是他有提到他为什么喜欢传播这个行业啊，他有提到他可能是家学渊源，他可能是从小耳濡目染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不错的地方啊。再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哦，像刚刚这份履历哦。那么如果以我们今天讲座的分享哦，各位你就发现虽然这个 Cindy 很认真的描述了他的一些起心动念，但是呢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好像还是没有太具体的表达出他的专长或者是他为什么适合这个工作，对不对？所以呢我这边我就请这个 ChatGPT 重新帮忙哈，稍微再调整一下啊，重新调整一下啊，这个就是在 Cindy 的这个基础上，现有基础上，我们重新再稍微调整一下，多去 highlight 他自己啊，对于传播的一些技能啊，然后去想说他怎么样
要从传统的电视行业转型到新媒体，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地方哈，我们就可以稍微看到。那甚至是呢，我还请 ChatGPT 说，哎，你可不可以扮演这个电视台人资经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履历啊，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值得修改或是可以再强化的。那 ChatGPT 提了几个点我觉得蛮好的，他提到说，哎，像专业经验的部分可以多讲讲啊，还有技能清单啊，应该可以列出更具体的技能啊，比方是剧本的写作吗，摄影技巧吗，或者是编辑软体的使用啊等等，然后甚至是这个外语能力哈，也可以多一点，因为的确新媒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看外电啊，或者是编译外国的一些资讯，所以英文日文的外语能力其实也蛮重要的哈。那这个地方的确哈，可以，如果可以的话，的确可以，应该可以提供一个量化的方式来证明你的英文能力啊，比方托福啊、雅思或多益等等。然后再来，这边也提到，就说，哎，刚刚辛迪有提到说他创立了一个 YouTube 频道嘛，哈，这当然是一个很棒的优点，但是可以再具体的描述一下他的一些创作的历程，或者是怎么样去经营跟管理，甚至是推广的啊。那成果的展现，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 ChatGPT 提的这几个建议，这几点建议，我觉得的确是蛮客观的，我也。觉得各位如果说你想要应征媒体相关的工作的话，那 这五点建议我觉得是蛮值得参考的。好，那么甚至在这个专业经历啊，然后技能专长的部分哈，那么 ChatGPT 也给了一些建议。我觉得的确啊，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用条列的方式，那当然你可以用导序的方式把这个比较近 的一些状态哈，先放在前面，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用倒序的方式把最近的放在前面，然后时代比较久远的放后面，然后呢你很具体的描述你的这个经历跟你的技能。那当然各位要记得尽量用量化的方式，用数据用案例来呈现你的强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又有人提到嘛，就是说，哎，这个他请 ChatGPT 修改自传，但是他给的比较像建议哈，那么是不是指令下的不够清楚？好，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分享他自己的这个履历的这个片段啊，自传的片段啊。哦，他提到说他是这个美术系毕业的，然后过去曾经在艺廊工作过，又到社区大学当过绘画老师，也开过自己开过小型的绘画教室，教小朋友绘图。画图，然后因为他很喜欢画画，然后收入也不错哈，等等。那后来因为家里有些状况，所以呢，就有一些改变。但是现在呢，他希望结合自己的兴趣喜好，又能够发扬自家的产业，所以就他也进修了一些 AI 的知识，他希望能够去应征到AI 绘图设计师的职位啊。那老实说，我看了这样一段的描述哈。我当然对这位伙伴的背景略有一些理解，但是我老实说，不要说是 ChatGPT 啦，我想今天就算要我来根据上面的这些描述哈，来给出来重新的写出一个很棒的履历，我觉得也的确有一些难度。为什么？各位你可以发现呢，从刚刚上面这个履历哦，你会发现他的确有一些，他的确有提到几点，就是他做过哪些的工作，也提到一些现况，但是他没有提到他的一些人格特质啊，他对或者是他擅长什么样的绘画哦，他的绘画的风格是什么，他的强项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他有指导小朋友画图，有得到一些什么比赛的成绩吗，或者是有得奖吗等等哦，我想这个地方他都没有太多的描述哈，所以他只提到说他是美术系科班毕业，然后他这个很会画，我可以猜想他可能很会画画，或对画画很有热情，然后也当过老师，也有教学的经验。但我能够从这六七行文字里面得到的讯息其实非常有限的哈，所以这也难怪哈，就是 ChatGPT 哈，他就是他收到这个修改自传的指令之后，他也只能给出一些建议啦。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各位，我们的确可以把 ChatGPT 当成你的神队友，不过呢，你要先提供他足够好的这个上下文的脉络，你要提供他充足的这个背景知识，他才能够给你比较完整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发想方向。否则呢，这个 ChatGPT 它作为一个语言模型哈，它可能就会一本正经的跟你胡说八道，对不对？或者是它可能就是为了回应你而写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那这样子就很可惜了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的确我们可以善用 ChatGPT 或类似的 AI 工具，但是我要先请你把你自己的
目标、你的需求、你的背景都交代得很清楚，这样的话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好，所以你就可以想想看啊，你要怎么样去呈现你的个人资讯、你的个人简介、你的工作经验、你的教育背景，这些地方你都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啊。好，那甚至是你有没有一些作品集啊，你有没有一些推荐人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愿意帮你背书，或是愿意帮你写推荐信啊的一些人啊，不管是前辈啊、老师啊、长辈都很好，我觉得这当然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你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啊，我们可以先打个草稿，然后让 ChatGPT 来帮你润饰、帮你修改、帮你加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会建议，还是你要先做第一步的工作，而且你要提供足够的资讯，这样子 ChatGPT 才有办法帮你去帮你的履历帮你写得更尽善尽美哈。而不是你直接就说，哎，那我是这个美术系毕业的，我是这个电子工程系毕业的，你帮我写一个电子工程师的履历啊。我想这样的话，就是他可能无法满足你的需求。好，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位哈，另外一位朋友，他一样哈，也是就是他有提到说，哎，他下的指令哈。那么各位来看看这个履历哈。这位朋友才提到说，他是这个民传大学应用英文系毕业的，他当过助理，他也做过专案助理，也做过系上的助理等等。然后他现在想要应征的是外商的行政专员，然后他的特质是，他觉得他有高的亲和力，他有团队合作能力，然后在语言能力上面，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有多益700分，他有考过日文检定3级哦。好，那么各位，我们刚刚还讲过哈，就是如果你要请 ChatGPT 帮你来写履历，或者帮你来去认识你的履历的话，你一定要给他足够的资讯。所以像这位朋友啊，虽然他也洋洋洒写了好几个学历、经历啊、应征的职缺、个性特质啊、语言能力都写了，但是我来看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太简略了，这样的部分其实很难。我想不要说是 ChatGPT 啦，即便是我来帮忙写好了，我觉得我大概我也很难写出一份会让人怦然心动的履历，对不对啊？我们有一句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位，你要请他这个料理做好菜，你要先给他一些素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请大家稍微多花点心思啊。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写履历之前，你不急着立刻打开电脑，你应该先你可以先打开你的笔记本啊，或是用便利贴啊，你先简单的盘点一下，勾勒一下。那我觉得便利贴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各位你可以用，因为便利贴也很便宜嘛，你可以买一两包便利贴，对不对？你可以在每一张便利贴上面写上一个你的技能，或是你的强项，或是你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你先想要应征的工作它的一些要求，它的 requirement 啊。我建议各位，你可以用便利贴一张纸上面写一点，然后你写完之后，你可以把它贴在那个窗户上面，或者是这个墙壁上，然后呢你可以稍微去做一些整理，那么你就很清楚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履历的一个方向，那么你想清楚了，有了一个策略之后，你再来写履历，我想这样子会相得益彰啊，这样会对你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啊。好，那么像刚刚针对那位想要应征外商行政专员的朋友啊，我们先假设他姓王，叫王美静哈，但这倒是假名啊，我先取假名字。好，那么我就帮他问了一下，我说，哎，我就问 ChatGPT， 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外商企业的主管啊，那下贵公司开了一个行政专员的职缺，那么你希望哈应征者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你希望要怎么样才能写出一份外商可能会喜欢的这个履历跟自传，对不对？那么 ChatGPT 他就告诉我说，哎，这个你除了个人资讯、工作经验之外，你应该要有一个个人的简介。那像这边他朝你的这个个人简介，我觉得就还不错。比方他们怎么写？他说，哎，这个王美静小姐哈，具有5年的行政工作经验，然后他有这个，他懂得怎么样去做计划管理，他也懂，也擅长教育行政的资源啊，他有高度的组织能力，然后有沟通技巧等等，擅长在压力环境中工作啊，然后他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在外商的环境里面去发挥战力。我觉得这样的简介当然还不够完美啊，我觉得也还不够具体，但至少他先有了两行的简介，我觉得这一段加上去就会让你的履历啊变得立体许多哦。所以我觉得各位，你应该适当的在你的履历里面加入一些简介，加入一些摘要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好，那后面当然就是在自传的部分，你可以再多去谈一谈你的一些价值观啊，或者是你对一些兴趣的一些想法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是就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好，那么再来哈，就是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啊，他也写了他的履历，哇，这也是一位跟在看起来是在也是一样在媒体服务的一个朋友哈、啊。他说他是这个台大新闻所毕业的，然后也是在传播领域，然后他擅长英文、日文、台语等等，他有过他当过记者，也做过媒体采购等等啊。然后哇，他看得出来他写的蛮认真的，也看得出来他的工作经验是蛮完整、蛮丰富的哦，而且他的文笔看起来也还不错，对不对？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履历哦，如果说按照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原则来看，当然各位可想而知，这样的履历还是不够完整，还是不够吸睛，对不对？因为，这份履历呢，虽然很明确的让我知道说，这位女性朋友她可能有丰富的媒体经验，但是没有交代太多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可惜。那比方你说，比方上面写说，我确信我的能力啊，或是我的技能可以为贵公司带来价值，但很可惜，你就没有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价值。那比方你告诉我说你有撰写新闻稿的能力啊，你有公关的能力，很好啊，但是你就没有给出一些具体的作品或具体的案例，那这样有点可惜。我会觉得说，如果在这边你可以稍微交代一下你过去做过哪些的案例，有哪些的代表作，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的经验，甚至是用一些数字来呈现的话，那么会让这份履历啊，它更有说服的力道，它更立体，更能够一下就抓住大家的眼球。那这份履历我觉得它的好处，它的优点是，第一个它写得很完整，第二个它也的确写到了一些媒体的专业的关键字或术语，他的确有提到，比方像媒体采购啊，比方说新闻稿啊，公关等等，的确他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做得不错，但是好可以更好、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个把履历写得更好，然后去帮各位掌握更棒的这个求职的机会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建议我们这位伙伴，你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在这边我也在一样的，我也是就是请 ChatGPT 提供一些建议嘛。好，那比方说这边他就提到几个点，好像是你可不可以多说说你的具体成就啊，那你的技能可不可以有一些证明，你专业的目标，你想要达到你的职业发展，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里程碑，我觉得也可以多说。然后甚至你可以多说说你对于公关的理解，如果你想要找公关相关的工作的话，那么你对公关这一行的理解是什么，然后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你参加过哪些活动，你的自我的特质是什么，还有你对于你想要应征的这个公司，你的认识是什么，甚至是你用一些关键字等等。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但当然不见得这十点呢你就完全都要完全都要套用，但是我想提出来这十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所以各位无论说你是不是在媒体行业或者你在不同的行业，我觉得ChatGPT 提出来这十点建议我觉得都可以参考。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参酌这几个建议，然后再稍微去修正我们的履历的话，我相信你的履历 会更好，会更容易被这个用人单位所青睐。好，那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写英文的履历嘛，所以我也一样的，我也请这个 ChatGPT 可以设计一些中英文的这个履历的模板。刚刚不是有朋友提到说这个范本或是模板嘛，所以是没错，我们也是可以去请 ChatGPT 帮我们设计，或者请他给我们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写出一个好的中文或英文的履历。那在这个部分我想特别请大家关注的是那个 summary 的部分。我这篇我是以应征产品经理的工作，请他帮我设计履历的模板。好，那在这个 summary 的部分各位看一下，也许字有点小，那我觉得他这一段这个三四行写得非常好，他写到 dynamic 这个要有一个这个结果导向啊的多年的丰富经验，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写得很好，所以我很建议大家以后你在写你的履历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工作经验前面先加上一段摘要，那么透过这个两三行三四行的摘要不但去具体的去阐述你对于这个工作的想法，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把你这个人你过去在这一行在这个工作上你做过的哪些事情简单的摘要一下，我觉得非常好。
好，我们来看看中文啊，哈，这边就提到说，哎，如果我们设定说这个人他有在科技业有十年的产品经理的经验的话，好，那么你看在这个摘要的地方，你就提到说，哎，他很擅长推动产品的策略开发跟上市，他也这个能够完成主管交付的任何的任务啊等等的哈。我觉得，各位你可以在开始写你的工作经验跟你的教育背景之前，先来一段哈摘要。来做一个小结，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做法，我也鼓励大家可以这样试试看。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听过这个目标管理的 SMART 原则，对吧？那么各位，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那所以各位，你的履历该怎么写？我觉得这个 SMART 原则，各位可以参考。你能不能去让你的履历很具体啊，能够被衡量啊，能够去吸引大家关注啊，能够有一些相关性啊，或者是在有限时间内去完成等等这些部分，我觉得 SMART 原则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参考一下。好，那么创新工厂的创办人李开复他曾经讲过一段话哈，我觉得我也很认同。他说，对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考虑雇用你哈？那你的亮点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他建议说，这个求职信要能够抓住阅读者，让他感觉这个人有点特色，也有诚意，值得来约谈一下。我觉得这段话其实是蛮好的提醒，因为李开复先生他不但这个自己创过业，当过老板，他也当过很多 Google 等等大公司的高管，所以他的建议的确也代表了一些大公司或者是一些高阶主管他们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写履历的之前都应该好好想这个问题啊，这个公司为什么要雇用我们，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要能够去抓住对方的眼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么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的哈，那我之前呢，我有做过一集这个 Podcast， 录过一个影片，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怎么样去写出让人心动的履历。那么如果各位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扫描 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写的文章跟看到我拍的这个 YouTube 的影片，那这个部分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各位你可以扫描 QR code 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跟这个影片，我有拍一个影片。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那当然关于今天的这个简报，我刚刚提到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么有兴趣的人就请你写听讲心得继续给我，那我就会提供给你。那我很希望透过今天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分享呢，能够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吧，不敢讲说这个经验绝对正确，但是至少是有一些实际看过800多人的履历的一些心得吧。好，那希望透过今晚的这个讲座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希望说透过我自己是写作教练的一个角色，能够帮助大家用文字来展现出你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卡内基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很棒，他说一个人的成功只有 15% 取决于他的专业技能，另外 85% 其实是他的沟通能力，所以沟通表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我们都要努力去强化我们的专业技能啊，但是你怎么样透过文字来去表达你的强项，表达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非常重要。我想卡内基他说的很好，那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就相互勉励一起来共勉好吗？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想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主持人。我想其实刚刚有看到这个有人提到不认同，我觉得这无所谓，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看法都可能有他自己的主观，所以我想无论你认不认同我觉得都好，那么只要你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方向持续前进，我觉得都是好的。好好，再次感谢大家，谢谢。我们再一次给 Vista 老师666掌声鼓励一下。好，那今天时间稍稍晚一些，但是我还是想请小帮手帮我们投出我们的 Slido， 因为有同学在上面问了问题。 OK， 好，那我先来在小帮手投的同时呢， OK， 我先来问一下，有同学问到第一个问题是他说人力银行的制式履历，因为我想很多人用这个啦，那很难，有点难凸显亮点，但是有的公司是规定一定要用人力银行，那请问大家可以，我们可以怎么办呢？还是难道要自己客制吗？还是要刚刚看到有同学说他附上另外一个 PDF 档之类的，可以吗？老师建议怎么做呢？好，那这个问题蛮好的哈。
的确是这样子，我觉得除非说公司有规定说一定要用制式的履历啦，哈，那么否则我觉得都你都可以自己去这个客制化会更好。那当然如果说公司有规定只能用特定的格式或是只能用人力银行的这个模板，我觉得那也无所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至少大家的起跑点是一样的嘛，重点还是在放在内容，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在内容上去强化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只是轻描淡写，只是用单纯的方式去描述这不行。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你要用量化的方式，你要多用动词，对不对？多用名词啊，去呈现你自己，这就非常重要。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有的人他还会另外再附什么 PDF 档啊、作品集啊，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方式啊。好，谢谢老师。那对啊，像刚刚老师上课有讲到，就是把你的能力商品化，对不对？具体化等等，都是大家可以用的。好，那也有同学问到，就是说，他我想应该是被老师的课给吸引哦。他不只是做知识履历之外，也想做自己的一个客制化的履历。有同学问到说，请问改写履历表的第一步会是什么？如果我想要用从制式的变成这个客制化的，第一步老师建议我们怎么开始呢？我觉得各位你要换位思考，你要先从这个反过来哈，你要先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去思考，今天开出什么样的职缺，这个职缺它需要什么样的特色的人，我觉得各位可以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比方说今天他是要找一个数位行销的经理吗？还是今天是要找一个客服代表，还是要找一个业务员？那么我希望各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么比方说业务员那么业务员他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是销售能力吗还是数字能力，还是沟通表达的能力那么如果你今天是要找一个城市设计师的工作，那么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我希望各位你可以先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那我看到有人在提到，就是说这个想要这个看到这个范本，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我刚好讲到，就是刚好我最近出的这本书里面呢，我有一个部分的确有提到这个履历表的范本，我自己有设计一个提问法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参考我这次的这本书啦那么我书上有其实有一定的篇幅有针对怎么样去写一个好履历的部分，我有用一个实际的案例的举例给大家看，那有兴趣的人你可以去参考我的书上刚好有提到这个部分。那如果你还看了以后还不大理解的话，可以再来问我好吗？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边，我们再一次谢谢 Vista 老师。 OK， 好，那个表情符号给他按下去。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刚刚老师既然都提到了这个他的书里面有非常精实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再一次跟大家报告，就是在课后请大家密切的留意我们的生成式 AI 创新学院的官方网站的讨论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 OK，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 Visa 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业给大家，前十名交的呢，我们就会把 Visa 老师的新书会送给你。那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小帮手可以帮我贴出这个回馈单，因为我们甚至是 AI 创新学院的 ChatGPT 课程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我们很期待每次收到大家的回馈，让我们的讲座可以变得更好。那请大家也可以扫 QR code 帮我填写回馈单，那同时学院官网跟讨论群组的这个 QR code 也都在这边。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很多人都相信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你可以打开你的镜头，我们在这一起来一张大合照。好，给大家3秒钟打开你的镜头。哦，谢谢 Teresa 第一个打开你的镜头，非常感谢。谢谢威廉打开你的镜头，最后2秒钟。好，2、1，好，那我们就请表情符号先别按了，文先别发，我们请小帮手帮我们截图来，3、2、1，耶！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跟大家报告，我们接下来在六月结束之前还有2堂我们的甚至是 AI 创新学院的课程。第一堂在6月27晚，也就是明天晚上。如果你在无论你是上班族或是你是学生 ，OK， 我相信各位一定有用过一个 Excel， 那在很多人是。
很复古的用法啦，但是你知道吗 ？ChatGPT 可以帮助你写公式，让你不再惧怕上面那一行空白，你到底要输入什么，可以得到你要的数据。欢迎明天晚上跟我七点来跟我们的吴成颖查特普拉斯的创办人一起来学习。而在本周四晚上6月29号7点到8点间 ，OK， 如果你是PM 的话，你一定知道一个东西叫规格书，所以呢，欢迎来跟我们的林鼎渊讲师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跟 ChatGPT 聊天就可以聊出每个 PM 必用的规格书。所以这么好的讲座，不要只有自己听啦 ，OK， 分享到你的家庭、公司、同学、班上的一个社群，邀请他一起来学习。